式演出，这中间近三个月。咁喺過去嗰三個月裏邊啦，我哋啊開嘉大文化明白嘉大出邊華人區話會嘅兩會成員啦、演員啦，呢個積極嘅排練啦，同埋辛勤嘅努力啦，終於咁喺2月2日咧，做出一台非常精彩嘅震撼多人嘅一場晚會嘅喎。咁今晚咧，我哋喺度咧重聚十一堂啦，同大家咧歡迎我哋晚會成功啦，亦都展望來年咧，我哋有更大嘅飛躍喎。可以说，在2008年农历戊子年的春去啊，冬去春来临，我们有太多的难忘的时刻要回忆，有太多共同的感受要分享。也许是台上的点滴体会，也许是台下的种种辛劳。今天啊，我们这个也许呢是这个熬通宵的一个漫漫冬夜，也许是赶排练的大雪清晨，可以说是苦辣酸甜，万千感慨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这儿就是借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，也可以和大家在下面慢慢的细聊。好啦，咁我哋今晚嘅晚宴咧，除咗咧有精美嘅佳肴做一盘俾大家之外啦，咁样样我哋嘅组委会成员咧，亦都一上嚟咧，会同大家讲下话啦，同分享下我哋喺嘉华春晚当中嘅一啲酸甜苦辣嘅。咁喺晚宴进行当中咧，我哋亦都有我哋嘅嘉华春晚嘅精彩节目嘅一个汇报表现啦，同埋我哋一啲艺术家嘅即兴表演啦，亦都欢迎咧各位热心嘅观众啦，同埋整个嘅朋友咧，你哋上嚟。我哋依個舞台一展才藝嘅喎，咁喺我哋晚會最後咧，仲會有一個財富俱樂部嘅總裁唐偉珍先生為大家分享他的心得，大家掌聲鼓勵歡迎。喂，謝謝。尊敬的这个张女士，这个各位来宾，这个组委会还有朋友，非常这个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欢聚一堂，庆祝我们2018加拿大华人春节联欢晚会。这个晚会呢，在我们海外华人和多伦多这个华人这个活动中呢，创造了一个。这个历史性的这个里程碑，也为我们这个华人这个生活、娱乐、经济啊，一直搞活动啊，都带来了一定的这个正面影响。所以的话呢，值得我们庆贺。我们呢，这次呢，其实呢，大家都看到了，我们这次晚会呢，主要有大家的。齐心协力啊，这个。